到今年的红白了。嗯，迷路中，南口在哪里？ターミナル1。啊，好感动，到机场了。我不知道有没有来过这个ターミナル。好多柜台都大排长龙。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没有租 WiFi 耶，不知道租不租得到。终于拿到了，一天900也好贵哦。而且第一行像有分南边跟北边呐，我的好像是在北边。来机场半个小时了，才要出发去北边。北边呐。应该就是前面在排队的地方吧，好空旷哦，而且又是自动的耶。整个搞错，结果排这么长，终于搞定了。傻眼，北边里面也没什么好逛耶。我把充电的丢在巴士上面了。太棒了，有 Seven 呢，还有麦当劳，也有这种店。不知道有没有最近新出的那几只？这只，店家又比想象的多哎，太好了，有药妆哎，很怕在韩国如果发烧的话。出关很快，但是我从那里面出来耶，我的行李箱被打开了，没有拍到这个，傻眼，我的行李箱上面被扣一个锁耶，太有趣了。哇，全部都拿，应该是这里吧，巴士这边出去右转，应该就可以搭巴士了。应该是要左转呢，室内巴士二号线，没有想象中的人呢。好傻眼，居然没开。刚刚问了一个路人，然后他看到居然说可以带我去饭店，然后我就拒绝他，不敢。안포동까지안포동예막상떨어지다보니까진짜금리좀올렸더니속절없이떨어지는모습이잖아요한사흘전에흥미로운기사가떴어요삼성전자의반도체를
멀쩡한 시장에서 수요 공급과 곡선에 이 만나는 데서 결정되면 되는 걸 말씀을 좀 드려서 사실은 시장을 계속 나오는 게 아니라 이 사람도 계속 파산을 하면 이 정책이 꼭 나와야 되고 근데 문제는 이걸 선제적으로 쓰면 안 되는 거예요. 이건 지금 다 무너진다. 다른 게 다 무너진다. 괜찮아. 네. 감사합니다. 大家记得来韩国要不能搭黑色计程车。到了到了，好赞哦！上面就是 Seven 哎，韩国的 Seven 跟日本有什么不一样 ？Check in。下句就听不懂了。地板是大理石哎，发生什么事了？海景很不海景哎，颜色会让人家想到台湾那种老旧的饭店。没有浴缸，很特别，居然有电视电机，冰箱也很大。这里比起要说饭店，感觉比较像套房哎。哇，韩国的电视哎。开心，好嗨哟！怎么会有这个音乐？狗狗的衣服哎！哇，找时间要来逛这家店。天哪，我这样乱逛，什么时候才可以去换钱？那感觉好有气氛的店哦，欧巴，太开心了！到了，没有乱拍。哇！好有趣啊！来去吃饭。这张看起来在排队耶，感觉很厉害。一整排都是服饰店耶，好想逛哦。这边进去，哇，感觉跟一中街很像。天哪，这边也可以逛，太厉害了。嗯，怎么觉得变贵了？嗯，超有趣的，糟了，这么大一杯，死了，我应该喝不完。比想象的小很多哎、欸，不知道是什么。对哦。啊，那可以吃的、啊。有越变越好吃了。
来逛街消耗热量咯，这边都男生的衣服耶，超便宜，记账看下来才不会忘记。我逛完这一家，韩国的衣服真的太可爱了，衣服都太可爱了，你根本就没办法取舍，然后就会变成不知道到底要买哪一件好。啊，最近很厉害耶，好厉害哦，超像的。这外套好好看哦，又不会很贵，好看。散步用哎，好近哦！逛街就在右边，我的饭店就在左边哎。跟这些钱真的很不熟。一号线应该没有错，这不能搭啊。刚刚问一个人，他居然会说日文。前方上站是连站。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原来我朋友已经在外面了。感觉比想象的冷，紧急买个帽子，20,000韩币。好好玩哦！每次都在你的影片看到这一条，现在在这里。哇！所以猪肉汤饭，你有最推荐哪一家吗？
真的。哇，天气好好哦。然后往前走就是海滩。韩国真的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哎。那个海上的那个，超想看那个的。哇！快快！是白沙滩呢，太美了。真好，江之岛那边的沙子是黑色的。不是哦。还是白沙比较美。哎，所以我走的方向对吗？就是。对。哎，海鸥长得好可爱哦。怎么海鸥这么多？就有点像企鹅的感觉。石头，好美，又泡脚又玩水，来去吃烤贝。Go！ 看到孔刘大人，是这家吗？好可爱的店哦。好赞哦，居然有哎。你要看这个，你可以试试看。蚕蛹。한 10개만 들어갑니다 네 Bye bye 烤10秒以后放到这里一起烤哦好给你选。嗯，看起来很好吃哦。我决定了，我选这个好了。耳贵吗？看到土炸你不要。그 Earthly Square 하나주세요영수증주세요네聊天聊过头，경찰，한국警察。
小车是只有坐两站。它只剩下这个车了，那你要搭吗？怎么办？车没办法。刚刚吃饭的餐厅。